我最近成日发梦，我梦见一个女仔，我哋细个咧系好朋友嚟嘅，不过之后冇联络噶。咁喺个梦里边咧，我哋真系相遇翻，但系梦入边嗰个我咧，又好似唔系我嚟。好彩琴晚有人发现得早报嗰景咋？点解会有咁多相嘅？呢个是我小说的第一章。9409020。我真的穿越了时空，我真的回到过去啊。那你看到什么？我一直在找那张相，是我和我妈唯一的合照。那对你那个瑜伽聪来说，9409020又代表什么？他说那一天是他妈咪的死忌。到底9409嗰晚发生咗啲咩事？我唔系嚟自呢个时空噶。咩两个时空啊？我觉得你依然系我认识嘅张丽莎。我觉得我人生好似一早就定好晒，命运好似从来都唔俾我拣咁。穿越能力就有太多不切实际嘅希望。到头嚟都只系失望。我走啦。